来，红豆的这个是啊，跟红糖啊，我做好，然后就撒一点红糖在上面，糯米。超级好吃，我吃上瘾了，这个这比较大一点，这个小一点的。你可以试着去做糯米跟玉米淀粉，然后糯米多一点，然后和成糊，然后去上锅蒸，蒸完之后包个豆沙，然后豆沙去锅里蒸，去煎一下，煎完之后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啊。好吃。